依家先沙咀海老，海老系列食日本面。咁依家咧平時好多人嘅，因為今日翻工時間啦，兩點幾啦，就冇乜人。喺尖沙咀嘅一個新嘅商場，叫做 K 六，睇下有咩食先。哦，大概一嚿水一碗日本麵。咁我要碗大嘅拉麵先，94元。估唔到香港而家食日本拉麵越食越貴，加餸好貴。六隻餃子38元。海老依間就叫做三田製麵所，自家製龍口湯，究極龍口湯底。咁我日文咧就 soup 呢個，呢個 soup 即係 soup 啦，龍口湯。咁我哋睇下好唔好，好食啦。咁依間三田咧，好似我上次去泰國嗰間嘅，即係佢嗰個流派個派別個湯咧，係結，即係結嘅。各位觀眾睇到係結身。咁啊，套餐有可樂，有三隻餃子，一碗麵，大概就70元馬幣，70元馬幣食三人。